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林炳璇，我今天要朗读的题目是必读鉴别教书。记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接下来选读的题目是老师的心。老师的心是铁打的。当我做错事，老师变成冰冷的铁块，提醒我勇于认错。老师的心是巧克力做的。当我考试100分，老师成为我的甜蜜的糖，温暖我的心。老师的心是奶精做的。当我表现良好时，老师笑成温柔的漩涡，好像一圈一圈的奶茶。